我是新疆的泰滑雪推广大使，我们中国新疆有这么好一块滑雪的天堂，这么好的雪资源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到新疆来尝试滑雪，爱上滑雪，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。 新疆的美，把国风的美一并的展现给全世界。同时，北京冬奥会不是快到了吗？我作为一名这个滑雪爱好者，我也希望冬奥会助力，为运动健儿们加油。